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天狼美食这个频道，我是杜师傅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凉拌莴笋。材料：云耳180克，莴笋200克，粉丝一扎，腰果60克，白芝麻20克，青瓜200克，山西老陈醋15克，生抽3克，蚝油8克，盐4克，白糖2克，麻油2克。雲耳粉絲分別開水煮3分鐘左右，冰水冷卻備用。莴筍青瓜用鹽醃幾分鐘，冰水冷卻備用。放入所有味料，拌均勻，醃30分鐘左右，最好放冰箱儲存。腰果、芝麻中部火焗3分鐘左右，稍微金黄色即可。临食时拌均匀，保持松脆。清新爽口健康食品，谢谢你的收看，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